欢迎来到学用数学，数学有用。好，我们前面呢已经做好了点列，那还有这个哦，八次方三角形的每一个横列。接着呢，我们把它放进来。好，那放进来的时候呢，我们需要将点列跟这个数字呢做个配对。但目前呢，它现在是用着这个双层的回圈，所以要把将这两个数列扁平化，好，就变成一层的点列。通过这 flat 这指令，好，所以呢，我们 fps 等于 flat。好，这边就扁平化，这边呢我们就输入成哦 PS，好，这样子呢就把它扁平化，好，哎，这里呢就可以看到这里就一层大括号，接着呢我们再来做一个 FCS，好，一样 flatten，然后这里呢 CS，好，那也把这里扁平化了，接着呢我们就可以来建一个这个 TS，好，那 TS 做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用 zip 指令。好，放一些文字。好，前面呢就放我们要放的文字，就是 c。后面呢是位置，就是 p。那接着呢，小 c 从 FCS 选出来，小 p 从 FPS 选出来。好，现在就将这些数字塞进来喽。现在可以将这些点藏起来，数字可以调整大小，让它变大。所以，我们 n 乘的8次方三角形就完成喽。好，在下一节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上面再做一些标示，例如显示这相加关系、横列关系、左斜关系、右斜关系，还有这费氏数列关系。